将于7月4日上映的电影《盲探》近日在京举行了首映礼，杜琪峰携主演刘德华、郑秀文、高圆圆等到场。通过影片的前期宣传，我们能够发现华仔所饰演的角色盲人警察庄士敦身上有导演杜琪峰的影子。华仔也当众承认，这个角色肯定和杜琪峰有关，自己拍摄时曾吃到吐，而杜琪峰也常常在拍摄时偷吃。那个因为他一个镜头要吃很多，所以如果太饱的话还要吐，吐把他那些吐在里，几乎他们都准备了那个盘子在旁边，就是一个水桶。他工作人员每拍一次，他都会准备一个。这个角色这么能吃，是跟就是导演本身有关系，跟导演自己有关系？我绝对先相信是这个原因。一定是因为要学他，对，那华仔那他在现场会不会偷吃啊？就是他现场尝试。盲探是杜琪峰、刘德华、郑秀文铁三角的回归之作。有媒体问郑秀文，当了父亲的华仔合作起来和以前有什么不同，郑秀文则回答，华仔和之前没有变化，演戏还是同样的认真。随便说，不敢说。我觉得在工作上面没差没分别，但是私底下有什么差我就不能告诉你，你要自己问他。你是怕华仔就是私底下埋怨你吗？他不会，就是我哪敢。所以私底下的他有什么改变我就不知道，但是工作上面他给我的感觉还是一样，非常的热情，非常投入。